啊，早上好，好天气呀！哎，你欠什么呢？在这儿，走喽，小宝贝。哎呀，哈喽，大家早上好，这里是半仙的房车生活，哎。今天是个好天气啊，看玉龙雪山上面都没有一点云的。早上起来穿短袖，都10点多了，还是凉凉的。我说他们怎么都穿着外套？今天的玉龙雪山呢，看得好清楚，上面就一点点云，阳光明媚。早啊，胡哥。走，上厕所，带仙儿出来溜达溜达。丽江的天气啊，真的是越来越凉。再过两天往西昌，不是，再过两天的话，往那个香格里拉那边走的话，会更冷。这次来还好，前3个月之前来这里，每天刮着狂风，这次起码没风。但是就是有点冷，上厕所你要跑哪上？啊，先生，你跑哪里上厕所？看我面前这个车，这个捷豹很有特色，看着这种风格，很老旧的一个贵 A。我上次来的时候，这辆车也在这，很有特色，给人的感觉很好。这边有很多的这个婚纱影楼，很多人来这里拍这个婚纱照。早啊，小浪浪。打游戏打的吧？一个网瘾少年。视频弄的，过来，浪浪，过来。听他们说，外面的换水的来了，我们把水还有煤气罐全部都换掉。换个水，换个气。我要那个薄的，这个会比那个薄的长一点。你要灌呐？但是啊，他没有桶，只能灌了。啊，对，我灌。你换一桶吧，啊，我给你付了。好，你那个煤气罐咋弄？啊，我让他给我换。那灌是吧？灌，对。那把这个也灌，这俩罐比他罐都新。这个是马上。你这儿也换啊？啊，就直接给你倒里面了啊。那个倒掉吧，那个不要了，啊，因为那是刚好一桶。能不能装下哦？能，刚好装一桶。水我给。我这是40斤的。40斤。啊。那装下剩装不下，剩下不要了。那你来打开一下我。啊，你这罐儿。咋了？啊，25年。2025吧，这是4年的。这是重新保的。这是重新保的，这样可以。来，帅哥，你来打开一下。打开。塞拉土，给它倒了吗？直接扣在上面就好了。应该能。哎，老板，来，来，你们也要灌？对，这个气罐多少钱一罐？灌气的话，40啊。然后那个，什么时候能送过来？明天可以。好的，好的，那你记得留个电话。好的，明天在，我看你在不在这里嘛。留个电话，我在，到了，刚好。好的，应该。嗯。哎，181。181。好了。1851是吧？88。8851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哎，没事没事。这个你放心，你这个罐好新。嗯。
两罐我明天给你拿过来。店里面铜头都是新的。对，我这罐太新了，不舍得换，舍不得丢。好了，就是这个东西。干啥？我用胡哥的这个。干啥？胡哥那放了两个水碗，我这个就不要了。啊。太占空间了。我给你洗车呢，我的。嘿。卡在里面，打开，刚好又换满一桶水。我还说这两天换水呢，结果刚好叫来了，正好。然后去问他们一下午饭出去吃。午饭是叫外卖呢，还是出去吃呢？出去吃，因为我去 4S 店。啊，你要去 4S 店那边吃？对啊。那我不去、啊、我去保养的时候我就直接吃了嘛。啊，那他们呢？他们也要去吧？你们一会儿出去吗？我下午再出去。那午饭怎么弄？午饭就叫外卖回来吃还是出去吃？一会儿出去吧。一会儿出去吃米线不？我们去取快递，去米线。我们不太想去取快递，去哪取？不太想在那个这个物业中心对面那个中通快递。啊。没叫他放，因为昨天不是临时过来的嘛，我就让他放他快递到了。哦，那行吧，那你等会叫我。好的。我现在这儿先收拾一下。好。那这会儿我们擦擦地板，打扫打扫卫生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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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。给仙儿做饭。垃圾桶放在这儿。前两天收拓展一下把这个给挤碎了。回头要再买一个了。谁的饭？哼，你看啥呢，仙儿？给谁做饭呢？哎，算了，都给你了。这是啥？乖乖的在旁边等着吃饭是吧？是不是等着吃饭呢？好，来吃吧，给你放到这儿。现在已经中午的12点钟了，然后我们一块儿去吃午饭。刚才在车内打扫打扫卫生，拖了拖地板，晚上洗漱一下，把这里面该洗，收拾一下，因为马上就要开始进香格里拉，进藏了。这两天每天中午都是吃炒菜米饭。有点不太习惯了，今天吃一个醋米线，它这里的粉儿。来个，我吃个面吧，我不太喜欢吃米线。我老人，那我欢迎你了。他这居然有油条豆浆。是摊在帽子
一样加点这个很好吃。这个是豆浆吗？少一点吧。嗯，这个米汤，这个是米汤。米汤。哎，不要甜的，这个免费喝，还酸梅醋，你们喜欢喝就喝。哎，酸梅醋啊！哎，酸梅，你尝点。面有什么面？面条有鲜面，川菜面条。鲜面。我要一碗猪脚米线。来，我来个鲜面吧。他们家特色。好。太太来做三个包，一样加一点。是吧？那就一样加一点。对，那就一样加一点。刘哥，你看我要喝啥？这个油条要吗？我不要油条，我要面。来个。来个咸鸭蛋。哇，还有鸡脚，这鸡脚是咋弄的？这个鸡脚是我们自己泡的。自己泡是吧？乐份卖的是吧？乐份卖的吗？是，这个我们来一份吧。这个是三块一个，三块一个，对，来六个，六个。你吃啥？是在喝星巴克吗？准备大杯。我吃面。要碗粉，要碗米线，要碗面。一碗面条啊，大碗的那个。他这个是什么面？大碗的也是面条，特色的。水饺呢？那就来个这个面。特色面。还有我的呢。你要吃啥？我都跟老板说了。说啥？那两碗面条，两碗米线嘛。哎，对喽。嗯，好。来点这个泡椒的小米辣。应该很爽。其他的放点香菜，放点葱花，来一锅油泼辣子。香油，花椒油，白天你放蒜末了吗？没有，放点蒜更香。没事，我就这么吃吧，懒得再跑一趟了。北方人就是这样，北方人就是吃面。没有吃粉，西北，我们是中原人士。哪什么都吃。好了，这是我们今天的午饭，一碗面，特色面。这个是他们特色。然后来了一瓶凉白开，油条蘸着汤吃。油条，刚刚我鸡爪。刚刚我和半仙，人家老板说你要凉白开吗？我们不要凉白开，我们要瓶装罐子。谁知道他这个名字叫凉白开？名字叫凉白开。开饭，开饭，吃饱喝足，现在回家，接着打扫房车。哪个地方的包裹？这过不去吧？这不过不去啊！你们的包裹说他说在哪？中通哎！让乐哥去看看，我不知道是。他说是在这个对面，他说，这个巷子里，他说。是这在房子后边的巷子里吧？他这个院子整栋出租不租下来还是不错的，几百万吧，要几十万要吧？租下来一装修。他现在这种都是得租哈。嗯，那肯定不卖嘛，这边地皮都不卖的。嗯，因为他这一卖就是地皮的那个了啊。嗯，现这边的地皮，一块地皮可以养后代几辈子。嗯，租15年最多哈。嗯。